看一下有没有。哎，还真有。那唱一下吧。嘟嘟嘟嘟。追光者。现在900万赞喽，1000万赞，给大家送华为 Mate 60手机。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，我是浪花的泡沫，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。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，耀眼的让人想哭，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。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，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连眼泪都觉得刺有，有的像阳光倾落，边拥有边失去着。连麦跟 PK 是不是不一样啊？啊？如果说你是夏夜的萤火，孩子们为你唱歌。那么我是想要画你的手，你看我多么渺小一个我，因为你有梦可做。也许你不会为我停留，那就让我站在你的背后。我可以跟在你身后，像影子追着光梦游。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连眼泪都觉得刺有，有的爱像大雨滂沱，却依然相信彩虹。谢谢大家点赞的，我马上1000万赞啦！哎，我室内还可以嘛，室内也还可以的哦。不是，我不会打 PK， 我怕让你们失望啊。那我如果输了的话，你们岂不是要骂我？像影子追着光梦游，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每当我为你抬起头，连眼泪都觉得刺有，有的爱像大雨滂沱，却依然相信彩虹。哦，对，大家如果背包里面有免费的人气票，记得可以送给我哟，因为那个是加入粉丝团的小伙伴都可以领取的，你们不要忘了送给我哟，可以为我助力的，谢谢大家。